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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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来帮我们评分，谢谢老师。然后，再来我想要感谢我的主修老师，在学习的路上，在学习上，我算是一个非常努顿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我是算是一个非常笨的人。虽然我国小就学小提琴，可是。这一路上走走停停，其实我没有一路从国小学到现在，我中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学，但是上天就对我这么好，让我遇到一位这么了不起的老师，谢谢我的老师黄玉婷老师。谢谢老师。然后我有礼物想要送给老师，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像老师一样，把好的音乐
跟教育传承于世。老师，我再一次感谢你的耐心教导，毕业后我会更努力的，谢谢老师。再来，我要感谢我的妈妈，我的美女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女超人，对，很厉害的女超人。她在我受挫折的时候，我好几次都很想要放弃音乐这条路，是她用她的耐心还有武力，不是，就是让我坚持住了。这次的音乐会，他跟我说：“你只要好好把音乐、把琴练好就好，其他全部交给我。”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有一个这么疼我的妈咪。然后就是我的妈咪，大雷雨妈咪这边。谢谢妈咪。还有我的弟弟李敏哲，他也全力的帮我。牺牲了他最重要的打球跟打电动的时间来这里帮我，我真的很感动。秉哲爱你哦，啾咪。再来，我想要谢谢我的钢琴伴奏。他不断的陪我练习，他就像我的老师一样。嗯，你要出来吗？谢谢你。我有东西要给你，可是我没有，我忘记交代工作人员了。你的红色带带是的一项。好，那我继续讲，等一下补送。有你真好，谢谢。然后我还要谢谢从北中南各地赶来的同学跟朋友，谢谢你们。南北房屋德兴店王参权经理，还有蓝色产品设计公司洪明南董事长，活力摄影工作室张摄影大师赞助我试机作业的摄影，谢谢。还有台南海事校友会郭胜雄理事长，还有前体理监事，普通院室内乐团赞助我会后纪念品，所以等一下不要走太快，要领了纪念品再回家哦。还有深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赞助我今晚大家等一下跟你去吃的鸡尾酒会，然后还有成大器械理事长汤月美理事长，还有感谢谢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对我的爱护，因为有你们让我的音乐会更完整更精彩，谢谢。对不起，有点长。然后最后，我想要谢谢在座的各位，谢谢你们今晚的莅临。我的音乐会到此结束，希望不赶时间的人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拍照，还有门口准备小点心，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庆祝享用。